回家去，回家好好睡一觉。嗯，爸，我想在这儿待着。这一切都是爸的错，是你把我酿成的苦果，没想到落到儿子头上。爸，你别这么说。起码在知道事情真相之前，我们还没有犯下更大的错。你没跟美雅说吧？你让我怎么说啊？原本相爱的两个人，忽然有一天被告知是亲兄妹，你知道这种感受吗？所以，我是不会跟他说真相的。我宁愿他恨我，我宁愿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亲生父亲是谁。他与林叔，你有多难？可以了。所以，你就去找思雨了。或许再等一段时间，你重新找一个你喜欢的女孩。爸，只有徐思雨才能让林明雅对我彻底的失望。其实这样也挺好的，跟徐家联姻，我们欧氏将来会在徐家的扶持下更加稳固，这样你也就能放心了。爸，我们是南方，你尽快跟徐家提亲吧，我想尽快娶徐思雨。欧阳，你说你不幸福，我能放心吗？爸，我一定会很幸福的。啊，还有啊，你不许再去找林明雅了，也不许再给她送钱了。李东会把她照顾得很好的，林明雅也一定会很幸福的。伯伯，有什么事情给我打个电话就好了，还亲自劳您大驾跑到这儿来等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谢谢。你知道了欧阳和小雅的事儿？我知道。欧阳不想让小雅也去经历一遍他现在所承受的痛苦，宁愿让小雅恨他，宁愿让小雅只是经历了一次正常的失恋。我也不打算认我这个女儿了。作为他的亲生父亲，
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。我跟您说，李东啊，白白是看着您长大的，你的人品、学识及你的能力，都在白白的眼里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小雅。不知道算不算缘分？小雅的养父有一家经营了十多年的大排档，恰巧就在我们离家老店的正对面，所以小雅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她。她很阳光，很孝顺，而且正直，并没有因为从小经历那些苦难而去怨恨这个世界，他反而比常人还要温暖、阳光、善良。乌曼欧伯伯，我爱小雅。只是之前他的身边一直有陈哲，再后来就出现了欧阳，所以我没有什么机会去表达。本打算把这份感情永远放在心里，不说出来，当作一个秘密。那白白拜托你，替我照顾好小雅。将来，要是小雅能成为黎家的儿媳妇儿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也希望小雅能够成为我们黎家的儿媳妇儿。但是说到底，这也是我一厢情愿的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欧伯，在眼下这段最艰难的时刻，这一段路我会陪着小雅一直走到底。至于将来她愿不愿意选择嫁给我，那是他的选择，不管他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尊重的。白白，谢谢你了。白白，不需要跟我说谢，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愿意做的事情，我高兴着呢。只是白白，您真的不打算任美雅了吗？在不对她造成伤害的情况下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明白。白白，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。白白，您说。欧阳看起来很不好，可能最近会承受很多的不理解。我知道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，白白真心的希望不要放弃他。不会的，我们是兄弟，一辈子的，永远不会放弃。宝宝放心。好的。
多喝点，这我哥亲手做的，特别管用，喝了就醒酒。嗯，还知道昨天晚上喝大了酒啊？我以为你俩不记得了呢。哎，看看你俩那怂样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能喝啊？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中国大酒量？好家伙，昨天晚上喝完酒那阵势，整个世界都是你们的了。李薇薇，我真佩服你。你知道昨天把黎家老店的脸都给丢光了吗？可得了吧，俩貌美如花的小姐姐坐你饭馆门口帮你招揽生意，这要搁别人早就偷着乐了，还丢脸丢你什么脸啊？貌美如花是人家美雅的事儿，你老人家喝完酒那造型着实吓走了不少小哥哥好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就知道你会狡辩，我这人品德高尚，要不然我就给你俩录视频。哎，但我不玩阴的，我就留了个小心眼儿。我呢，哎，拍了一张照片儿，哎，供二位小姐姐看一下你们昨天的照片啊。铁证如山，还敢狡辩吗？哎，别躲！哎，别躲呀！躲什么呀？挺上镜的呀！脸也不胖，刚刚好。哎，喝完酒皮肤红润，真的特别的美，保持啊！李薇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张照片哥替你存着，以后你要再敢不听话，再敢喝大酒，我就把这照片发朋友圈里去，记住了吗？谢谢。梅雅，护工小齐，你看见了吗？嗯，小齐我已经见到了，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，小李叔。嗯，小齐的费用，还有我爸手术费和住院费，我一定会尽快还上的。梅雅，你跟我们这么客气干嘛呀？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啊？你就踏踏实实的，所有一切对你爸有好处的全上，钱都不是问题。谢谢你啊，薇薇。你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啊？钱还是要还的。这段时间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才会给你们添这么多的麻烦。我会赶紧去找工作，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。好。好，我替你记着呢。等什么时候找到了工作，什么时候挣着了钱，再跟我说还钱的事儿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真的一点都不着急，所以你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，好吗？刚才护工小齐跟我汇报过，说林叔叔现在病情相对稳，你可以放心了。今天呢，我什么工作都不做，你们呢，什么烦心事儿不要去想。我打算抽出这宝贵的一天，好好陪陪二位小姐姐。好啊，干嘛去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喝，快喝，喝完咱们去 happy。怎么样？你看。
就服了你。哎，这边有座，这边有座，走。哎，快歇会儿吧，累死了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，你们俩先坐着，我去买点水喝。好。好。哎，累不累？不累。哥，美雅能不能成为我的嫂子，就看你的了。不好意思，微微想一出是一出的，我这老人家跟不上他的节奏。哎，怎么样，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小鱼说，要不是这段时间你和微微各种雪中送炭，要不是你们两个人陪在我身边支持我鼓励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熬过来。因为是你，所以我愿意这么做。本来我打算永远把它埋在心里，但是如今我如果再不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，那我就显得太不爷们了。我爱你，你们呀，我想用我余下的生命去照顾你，让你幸福。我知道现在你还忘不了欧阳，我也知道欧阳是不可替代无法复制的，他在你的心里面永远会有一个位置。但是没关系，我愿意等，等到你把他封存起来的那一天，或许你就可以接受我，让我住进你的心里。小丽说：“谢谢你爱我，谢谢你愿意等我。但是，不用着急答复我，也千万不要有任何压力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很多人愿意去爱你，等你。我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。”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。我还是你的小黎叔，你还做回以前的那个林梅雅，好吗？董事长，您找我。坐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你跟着欧阳，带他出去走一走，散散心。你们不是经常打拳吗？你跟他打一打。好。打的时候让着他点儿。董事长，您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啊，你去吧。好。就想到了伯母您，果不然，您戴上之后简直太好看了。哎呀，思雨，你来就来吧，还带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，这应该是伯母为你准备的。伯母，您千万不要这么客气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孝敬您是我应该做的。哎呀，还是门当户对来得舒服。
我啊，是怎么看你怎么喜欢。来，真的是我们欧阳自己主动跑去找你的。是啊，我也很奇怪，所以我还想来问问您呢，是不是欧阳和欧伯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之前他跟美雅处得好好的，忽然间就分手了，还特别冲动地跑过来问我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。他们之间能发生什么呀？什么事都没有，欧阳是我的儿子，那审美还是有的。他一定是想明白了。哎呀，那个什么林美雅，我想起来就头疼，他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不可能长久的。思雨，你就好好的跟我们洋洋在一起，我会督促你欧伯伯抓紧时间去提亲的。来，伯母，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刚才说到，您让我跟欧阳好好在一起，还说会尽快督促欧伯伯上我们家提亲。哦，对对对，放心啊，我一定会抓紧时间的。别打了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就算你的身体受得了，别人的身体也受不了呀。林美雅电话，接了吧，她是你的妹妹，这个时候你总该做点什么帮帮她。你在哪？我想见你。有事吗？有。有一样东西，我要还给你。还给你了，我就走，不会打扰你。我在俱乐部。
思雨，你现在有时间来趟我这儿吗？我把位置发给你。来了，有事吗？我想单独和你谈谈。思雨又不是外人，有什么就说吧。那个，我去喝点水啊。哎，慢点。戒指是你亲手给我戴上的，它意味着我们两个人会永远在一起，相守相爱。但是你食言了，他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所以我想耽误你几秒钟。请你把它摘下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纠缠你了。怎么会开始期待你
出现，装作不在意，偷看你一眼，我藏起了对你的依恋，忽然间发现心被你填满，小心的试探，寻找着答案，像漂泊的船，渴望能靠岸，在大风浪也不能阻拦，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，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，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你温暖的笑脸，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，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享受在你的身边，褪去浮华的简单，直到永远。装你很勇敢，你是我的岸，停靠的终点，让我做你避风的港湾，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，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，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下暴雨了，我担心梅雅打不到车。我送你回家。怎么办？也打不通。
出事了怎么办呀？情。